那我要知道后面这个字的位置，所以其实后面那个字的位置在哪里？有个方法啦，你会发现邻里区哈，这个逻辑跟路街道基本上一样，所以其实你可以把这公式复制一下，取消一下，再贴到后面哦，然后把它改成什么？改成路街道就可以，因为反正一样是三个嘛哈。OK，所以你这边可以什么？把它改成，哎，如果你找路看看，如果找不到路的话呢，那你就帮我找街。有没有？那如果你找不到切的话呢，那你就帮我找道。OK，好。那你想说，老师，那如果还有第四个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再接下去嘛。第五个呢，再接下去。所以哦，跟各位讲，这个范例还蛮实用的。以后的话，你只要类似的案例哦，那干脆拿来改就可以了。有没有？改完之后按打勾，你会发现，哎，出来了，有没有？他找切，哎，先找路没有，找切，找不到找道，向下填满，OK 了。那如果你要把那个哪一条街抓出来的话，那再来你再配合什么？配合文字里面的 mid，mid 那就是跟他讲说，你第一个啊，位置是你的地址在哪里？啊，地址在这里。然后呢，你从哪个字开始？哦，从那个，要不就是区，邻，要不就是区，里，要不就是区。所以这个字啊，这个字的话就是哪里在这里。哦，然后加一，下一个字。哦，你帮我从那个。哎，找到这个字的下一个字哦，啊，几个字？其实就从尾巴这个字剪掉前面这个字，那刚好三个字，按确定就可以了。哦，啊，不像前面有个刮胡还要减一啦，不用，因为它之前是后刮胡，会需要多扣一个字掉。哦，啊，现在这不用哦，因为刚好就是三个字，按确定，然后把它向下填满，这样就 OK 了。哦，啊，你想说老师，那这边多两栏怎么办？哦，啊，如果你假设不想看到它，按右键嘛，隐藏掉不就 OK 了？啊，上面再加一个栏位没？OK，但我觉得这样好像，要是我啦，我不太喜欢这样。我喜欢怎样，把这三个公式串在一起，这样就不用三个栏位了。可是这个难度又更高了。OK，哦，你量力而为啊。如果你现在说老师，我现在没办法哦，你就是这样，直接这边多一个栏位，然后把它隐藏。但如果可以的话，把这三个串在一起，但串在一起难度更高啊！怎么串？我串这个，各位看一下，基本上主轴还是 mid，只是说把 mid 哈，这个里面呢，分别由这个公式就是去改就可以了。所以哦，我的习惯是这样：一，先把这个公式把它解下来，不包含等号；二的话呢，再插入一个 mid 哦，主要是以 mid 当成是主要的函数哦，所以 mid，然后地址给它，然后把刚刚的公式贴上，有没有？贴上之后呢，这个就是指的是前面那个字的位置，加一就后面记得加一哦，后面那个字，然后呢几个字啊？哦，尾巴那个字啊，尾巴那个字的话呢是路街道，所以你贴之后呢，把这个什么邻里区哈，分别改成什么？改成路街道。啊，记得不要改错了哦。路，然后有没有接？哦，然后这边改成道，然后再减掉什么呢？路接好没有？OK，好。那尾巴的地方减掉什么？减再贴一次，所以基本上哈，必须要贴一次加一，然后贴两次改成路接道，再减掉贴第三次，所以总共会贴三次的哦。好，按确定就可以了。那最后的得到的结果哦，就长这样了。OK 啊，所以这个可能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只要不要做错了哦。基本上主要就是贴了之后再改哦，所以这个是贴一次加一，贴一次改路贴到之后再减掉再贴一次哦。OK 好，然后向下填满，啊，这两栏呢就可以把它删掉了，这是最后的结果。OK 哦。那一样，我会把它贴，应该云端上应该也有了，所以如果你假设要参考的话，可以在这边哈，我把它贴上了哈，贴到云端白板的第11页上面看看，OK 哦，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哈，试一下。那如果你假设比较不熟公式的哦，你可以分两阶段来做，做完之后你再把它全部串一起哦。那接下来的话，如果说我今天想要知道哦，到底前10名有哪前10条？那当然一样啊。第一个你要先有这个路接到这个栏位，
第二的话呢，就是插入什么枢纽分析表，游标记得放里面哦，你不用选，之前我同学会这样选，啊，会选不用选了，你游标放里面，它会自己帮你抓到啊，再插入枢纽分析表，好，那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范围对不对了，如果这个范围 OK 的话，哎，那表示应该没问题，按确定就可以了哦。好，那接下来的话，你可以怎么把那个什么的路接到这个栏位拖拉到列，然后呢，把路接到这个栏位呢拖拉到值。OK， 好、哦，我好像有一些错误，这个也许可以再想办法更正哦。那最后的话，你会发现哦，我是希望留下那个，失窃率最高的。那失窃率最高的话呢，那你可以怎么游标再放在这个 B 4上面，然后找到资料里面有个 Z 到 A， 它就排序了。那你可以看到哦，那个失窃冠军马上就跳出来了，有没有？哎，叫什么路呢？应该也不意外了，因为中山区里面，中山区最高嘛，对哈。那中山区里面最热门的一条路就是中山北路 ，OK， 哎，居然它是第一名，哎，其次的话是忠孝东路 ，OK， 再其次是南京东、内湖、罗斯，哎，罗斯福离我们这蛮近的啊。那民权、林森的话在中山北路也是有交汇的地，所以这个都是热点哦。中华路啦，延平北路哦，也是，可是哦，如果最后呢，因为这个路实在太多了，砍错向下，有大概500多 ，OK， 所以呢，如果我假设了哦，要绘制图表，你总不可能说哦500多个，那你绘制出来那个图表一定乱七八糟，所以呢，我只希望帮我抓到前十名哦 ，OK， 第一个哦，我只要抓到前十名，第二个。帮我绘制出直条图的话，那该怎么？哎，有讲过了吗？对，作业要交给在10月10号左右要前十名的道路。也，道路也做了吗 ？OK， 这个部分的话呢，当然哦，我们就是，最后记得就是说，把这个地方有前十项啊抓出来就可以，然后再画绘制图表哦。那今天的话。我们接下来要来讲一个部分哦，就是说，如果这个做完之后呢，那我希望哦，可以把那个这个资料的取得，之前的话我们是从那个开放资料下载，然后把它从资料里面好像从 CSV， 因为它是 YouTube 资料，可是如果今天呢，我不希望，透过什么了？透过手动的方式，我希望可以把它变成一段程式嘛。然后自动帮我产生的话，那该怎么做哦？那首先的话呢，当然哦，这边会有一段程式哦，可能你们要抓一下。这个程式码是在云端白板上面哦，你们往下找一下。这边的话有一段那个爬虫的范本，哦，哇，这个分开来了。爬虫的范本在这个云端白板上面的第12页 ，OK 好、哦，第12页的地方的话呢，那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sub 叫做住宅窃盗下载。哦，一个简单的爬虫，那跟各位讲一下，因为爬虫本来很复杂啦，那我本来想说，要教个从头讲，但我发现可能会浪费太多时间，干脆我就直接帮你们截录这个范本，你以后就拿这个范本来用就好了。那我跟你讲这个范，跟你们讲这个范本怎么用哦。首先第一个，你找到云端上面的第12页，好，然后 Ctrl C， 这哦是从 Sub 到 Sub， 有没有？这个 Sub 到 End Sub 哈，然后 Ctrl C。接下来的话呢，其实这个程式的话有两个地方是重点，第一个是它的网址，所以理论上我干脆把这个网址delete掉了，你们复制没有网址，自己要贴。第二个的话呢，这个地方自己打上去好了，两个地方哦，第一个是网址，哦，自己加，第二个的话是它的编码方式，好，那你把它 Ctrl C 好了 ，OK 好，然后贴到哪里呢？要贴到开发人员，这个自己开一下哦。Visual Basic， 然后请你把它贴到模组，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，好，然后模组这个我习惯把 VBA 稍微缩小一点点，好，把它放大概这样，好，小一点好了。那字的话，你可以工具选项哦，撰写风格大概把它调整到14号字，好，然后直接把这个程式呢贴上来。那有两个地方要改，第一个你要抓什么资料？哎，我要抓那个。台北市的窃盗案件，那它的网址在哪里呢？我之前要给各位那个什么
就是在台，你可以自己 Google 查一下哦，开放资料，或者是说你可以直接从我看上面是不是有连结啊？这个在这里，这个连结下载网址哦，不过这个台北市的，我是建议你可以从开放资料里面找，在底下啊，在这里了，这个，所以在第十一页哈，这边有一个连结，点击它。或者你从开放资料搜寻那个隧道也可以啊，那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点击进来这边有个检视资料，那跟各位讲一下哈，它的网址哦，理论上应该是抓什么资料下载这个了，你就贴过去。但是我跟各位讲哦，台北市政府比较小气，之前抓这个 OK， 但是现在抓这个不 OK， 所以你直接贴这个会失败，哦。那你想说那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你可以抓下面有一个 CSV 的，请你找到 CSV 之后哦，按滑鼠右键，不是左键哦，右键，它会有一个叫什么复制网址连，复制连接网址，你把它点一下左键，哦 ，OK， 然后贴的话记得哦，贴按右键哦，复制，然后贴的话贴哪里呢？贴到这个 test 分号的后面，贴上。OK， 好，那这样应该 OK 的。第一步，第二步的话呢，它的编码方式是什么？不过哦，这个台北市政府哦蛮奇怪的，它上面写 Big 5，可是实际上哦，上面这个是 Big 5没错，可是下面这个好像就 UTF 8。所以如果假设你是 Big 5的话，特别注意哦，你这边就输入950。OK， 那如果是 UTF 8的话，你要记得哦，65001。哎，那你怎么知道到底应该用哪一个啦？不过我跟各位讲哦，如果假设你不知道也没关系。假设啦，我先输入950，应该是错误的，对不对哈？你把哎，不过我建议哦，你在下载的时候可以开一个空白的，不然你原来的哈，原来这个会被盖掉哈。因为我第一行其实就是清除资料，再下载资料 ，OK， 要把它执行。那你会发现哦，哎，奇怪，出来资料怎么变这样？哦，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呢，跟各位讲很简单，你就把它改成另外一个。如果950错，对不对哈？你就改65001，反正不是 Big 5啦，基本上就 UTF8， 就是6500。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哦。好，那再执行一次。OK， 有没有正确的 ？Ctrl 向下，应该3000多笔资料了哦，应该没有问题。好，就资料就被我们抓下来了。OK， 好，那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哎。你想说老师，那刚刚我们不是有年吗？然后有区，有路街道，那我现在这个资料没有怎么办？没有你就想办法把它加上去啊！你说老师，那我是不是要再自己突发炼钢一次？跟各位讲哦，尽量还是全套的吧，最好是下载完自动加三个栏位，自动把三个栏位资料产生，这样不是 OK 了吗？那怎么做了？我想请各位先试试看哦。把那个刚刚这一段程式哦，记得从那个云端白板上面的，连接在这边了哈。然后11页跟第12页，12页这一段，这个是下载，那你就把我刚刚讲那个连接贴到哪里哦？贴到这边来 ，OK 哈。那记得如果你贴的时候前后有空白也不允许哦，你不要多一些也不要少，反正就是贴需要的东西就可以了哈。然后又来这边贴这个 ，OK， 这个是网址。